11点热炒店送高菜，不呛不辣不上桌。好，你最喜欢的，你最喜欢的来了。尤其岁末年终，你看接下来还有圣诞节、跨年，然后还要过年，哎，身边没个伴，令人鼻酸啊！你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应该在你面前讲这个事情。没有，就是过年过节哈，就每逢佳节哈，就觉得说身边如果有个人可以陪你一起过，一起看圣诞树啊，一起看烟火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。不过你有两个小孩，就是你对呀、啊，我有两个小孩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你最好的陪伴、啊。真的，他们真的是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哈，就是要帮我们演艺圈哦，这些孤男寡女哦，找一些对。对啊，有时候千万不要相信说，这种场合会有真爱。有哦。爱情来的怎知道，我们这个节目配对成功很多人哦，所以今天呢不得了了，你看我们刚刚好先披露我们几位女生，哇，这个全部都是我们演艺圈一时之选啊，当然啊，哇，这么美都是长腿姐姐，对，这个如果可以不用选择的话，谁不想通通都要，当然，但没有办法，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面容不下一粒沙，就一个只能配一个。我们今天有美女，我们也有小鲜肉，来来来，现在要卖关子哈，不让你们见到庐山真面目，所以他们现在背对你们来。哦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对对对对。这个怎么有点面熟面熟？对，面熟面熟。现在我们都不要多说，我们要赶快进行我们的配对的这个游戏。先介绍我们的女生啊，等下男生我们再一一哈，让他们转身看庐山真面目。我们介绍我们今天渴望爱情的小姐姐们：短金、若曦娘娘、心雨、Joy、Hello。来。接下来是我们几位小鲜肉，我们优秀的男士们不转身挥挥手啊！重点是要介绍他们的头衔呐、啊，来，盐店健身教练，哇，哎呦喂呀，吴佳玉好棒哦，宠物美容师，很有爱心哦。哎，这位是贵妇的最爱，刘成网球教练啊，网球教练很少不搞外遇的啦。好，接下来这位呢，人名呢，我就先不介绍了。他是卖淫家魔术师，哇，好特别的职业。算了，你转过来好了啦，有什么好假规假怪的啦？他们刚刚需要我再跑回去。他是我们这四个里面的一张鬼牌啊，我基本上已经算是这个节目的这个联谊的锅底了啦。对，他们就说一定要帮我配到好了，一定要啦，一定要配到好。对你的责任，太棒了，我很感动。大家都说小钟年纪大，其实小钟年纪没那么大了，没有哦，可以透露一下现在几岁？52，51 OK 的啊，51还算什么？哎，你如果顺利可以从我们节目当中配对成功，修成正果，还真的办婚礼哦。那宪哥不是包给 Kid 100万吗？对，玉林哥包200。漂亮，玉林哥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有这个实力，他有，他有一个条件，他有一个条件，他有，他为了怕说我们骗婚的话，他包200万，但是要在他面前做，对对对，证明他们是真爱。现在哎，假结婚真恋才一堆，什么条件？奇怪，就是就在我们两个面前，不要说在我面前啊，我们就铺铺一块软垫。我们要问小松哥这里有没有你的菜，应该有哦，我觉得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四个都是各有特色。这个还没有进入最后抉择，但是你先用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初步的感觉，如果这四个单就外表这样乍看一下，你会选谁？我目前是觉得 Joy， 我就知道你会选 Joy， 因为我跟你讲，健康，因为他喜欢，因为其他三个比较熟，比较常看到，就我对他还比较不是那么了解。因为小松哥每一次都来，我们介绍这么多女孩子，你大概掌握他的菜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常跟我讲，他常跟我讲说好吃抵不过新鲜呢。对，因为若曦娘娘，我跟她常上节目，知道她是一个很大辣辣的女生。你千万不能跟她，你现在体力负荷不了。哎，但短金你评论一下。短金啊，我觉得短金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，我觉得她有点。会有点高攀不起的感觉，因为他的粉丝很多，对，然后他会觉得如果我跟他配对成功的话，可能粉丝会觉得可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对对，哦，那个留言哦，对，哦，也会很羞辱，对，一定会说小钟必须死，这种留言都会来，沙发庙看看自己的长相，鲜花插在那个狗粪粪上。你还不是牛粪呢？狗粪，真的啊！那个碰碰心雨，心雨啊，心雨，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没脑子的女生。对，没脑子。对，她常做，她常做的一些事情会让她觉得她，譬如说她花很多钱出单曲，
然后重点，钟哥，钟哥，我都没有花钱，我都自己写的。人家花钱给他的啦，你还有人帮你出啊？没有，我是自己出的，我词曲都自己写，我只有找朋友帮我编曲。你的那个新歌叫什么？迷路。迷路啊？对。哦，那比较适合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听的。哎，这样看下来哈，因为我对小动物也蛮了解，但是 Joy 比较适合。Joy， 对 ，Joy 就是他目前就是看他的样子，笑容很可爱，对，而且感觉起来喜欢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哦。对，哎，我等下因为运气差，她笑不出来。对对对，其实她蛮幸运，她怎么会有笑容？对对，而且当她的笑声停止的时候，就是她不笑的时候。今天制作单位很用心，这三个真的是不单单是小鲜肉，而且工作有正职，长得帅，都是从男模会馆找来的。目前是小东最爱的舅姨啊，会不会你的条件刚好跟小东完全不一样？有可能背道而驰哦。干净，小东就没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我舅姨，舅姨年纪最小哎，皮肤黑，我也没刺青，我皮肤很白，爱吃胡萝卜，最讨厌食物就胡萝卜。喜欢小动物，我还好，家又没有养动物，有一个专场，我不行，我有八个专场。完蛋，你开车不会开，我开车开得很烂。你不喜欢开车？对，哇，有趣的人，只有这个中一个。而且 Joy 23岁，可你51，你都可以 ，you know。其实还好，现在都是老少配，对，哇，那差距。Joy，你对钟哥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蛮喜欢他，很幽默。我之前会看他 disco good， 哎呦，disco good， 对，他当你男朋友，你爸爸会同意吗？你爸爸几岁？我爸60吧。60，那有放心啦，你要干嘛什么体力活、搬家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啦。对，我可以去。你有没有看他这么兴奋？对啊，有啦，我就看Joy是他的菜啦，所以就记住这件事情。啊！现在进游戏，哥心中自有盘算，因为这个不用再访问了。不用了，因为我自我访问太多了。我们真的不用访了，魔术也变了。对，我们要哇！但是最后给他了，来行动指数，来请举牌，3、2、1。好，我松哥就一举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小松哥很有趣。就是会一直逗我笑的那种。Disco disco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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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body。哎，会不会小松哥来我们节目？今天要脱单了。这么多次，又跟丈母娘，又跟妈妈的，原来你真心真命天女是 Joy。我的英文名叫 Enjoy。你这么多次都没有脱单，就是等今天。等今天了啦。好，我们来进行游戏。来，下面一位。好，小松期待这一刻很久了。真的是有点紧张啊。对，那Joy，你等一下可能要比较用力一点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这么用力，年纪大不能太用力。你没有过激的话，他很难有反应。刚刚空档的时候，你有去吃药吗？有，有，那对，吃血压药，降血压的啦，血压降血压的啦，来啦，准备啦，计时1分钟 ，Ready Go！ 砰！哎呦，这厉害！老爹，你也帮忙放气球。啊！我，加紧！给你，来！啊！来，这太能量了！啊！再来！啊！干！你们两个抱着啊！来，但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再做一次，来跳高一点，来！他选的气球有问题啊！小松哥，推我晒太阳，你推太阳，晒太阳，他要推你啊！晒太阳，晒太阳，推轮椅晒太阳，好有画面，这有点像妇女。哇！我连椅子会完成变，我的天哪！结果几颗？哇！你看好不堪哦！青春有活力。你看，你男朋友在擦汗。谁什么了？对啊，因为我们一直重复的动作，所以才会流汗。
他们都没有重复啊。哦，而且动都他在动，你在流什么汗？我会紧张。你看你刚刚这个表现，我会害羞了。我觉得他可能心中啊减分，有点减分有吗？就会有吗？不会啦，我尽力了啦。而且他刚才推我晒太阳哎，对呀，对啊，很温馨，温馨。到时候就家里面多煮一些鹿茸汤什么的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下一个。最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还是有悬念啊，因为周宇还年轻啦。因为我刚偷偷问他说，英哥，那可以都不选吗？我说不选就写个零啊，就说他没来这边没有强迫的啦。对啊。啊，所以也要尊重他。可是我们为了小松哥，我们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配对成功，因为小松哥来了那么多次联谊，他都没有配对成功。我一定没有悬念嘛，我一定是选他嘛，但他的悬念就很高。他悬念就很高。他万一真的没有选我的话，因为他刚对嘉玉好像印象也不错。对，所以我在担心，因为有的女生就是逢场作戏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怕你难过，对，他会故意就是，哎，前面好像跟你很热，他们会拿那个酒店小姐对待客人的手段来对付我们。对，他们只是想掏空我们的钱。最后的答案在 Joey 身上了。Joey， 你能不能脱单？然后你在联谊界呢，也这样打滚了五年了。五年，到底能不能今天就在这里，哈，就成功修成正果？配对成功！哇，好期待哦！还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了。先进一段广告，回来再跟大家揭晓。来，很快的广告回来。回来了。来 ，Joey 到中间来 ，Joey 到中间来，因为你的答案非常关键。对。欸，如果选择的不是你，你别去批评哦。我不会。来 ，Joey， 到底小钟会不会是他的真命天子？是不是他的白马王子？请翻版。哇，小钟主棒转三圈。哎，他这个体力真的要练一下。他有点站不稳。给小钟掌声鼓励！来，站起，站起，站起！哇，脱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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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配对哦，好，终于配。哎，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配对成功。哎，今天最期待就是你们两个。哎，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吧？值得的。之前又是丈母娘，我一直以为我岁月教会我等待的就是外送而已。没有，你一直以为最后会等你的那个人是阎罗王。对。想到是 joy， 对呀，欢乐。哎，为了你原来你的等待就是 for joy， for joy。哎，为了庆祝的男的立刻做一个 happy ending。我跟你讲，一次吃那么多，对，来，我辛苦，我辛苦了，哎，敢开瑞，三二一，敢开瑞，敢爆瑞，进来。再次恭喜小钟 joy， 谢谢，恭喜大家，恭喜成功。小钟哥来了这么多次，终于成功了，有什么样的心情？我跟你讲，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。你知道为什么十拿九稳吗？差我一个稳。我一个人吃，当然要分你啊！哇！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女生，然后是在同一师队。然后目前表现得非常不错，让我们一起来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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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 Disco disco good good， disco disco good good， disco disco good good， 阿哥哥拉哥哥拉哥， everybody good good， 拉哥哥拉哥。